这个雅美呢，这次来到台湾密集的宣传啊，这几天呢、啊，有没有对台湾的粉丝有留下很深刻的印象？他觉得台湾的粉丝跟日本的粉丝有什么不一样？すごく何だろう本当に歓迎してくれてとても嬉しいです。そうですね。日本ではなかなかそういう機会はないので、日本人はシャイなのか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、はい。だからすごく嬉しいです。素直にこう感じられるから嬉しいです。はい。来台湾我非常开心可以见到各位粉丝的大家。那台湾的粉丝都非常的热情，因为可能日本人比较害羞吧，在日本不太有这种受到盛大欢迎的感觉，所以觉得台湾人实在是非常的热情，谢谢台湾的粉丝给我的尖叫声。好了，那今天晚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刻啦，对不对？马上就要在台视大首播啦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就叫最重要的事情，我们交给蓝正龙来告诉大家。又我？是是是，又是你，又是你。哎，今天晚上1月10号，台视晚上。你为什么要假装是日本人？嗨，很可爱，你完全被同化。晚上10号，晚上10点在台视，然后1月11号在八大综合台的晚上10点半。那请大家多多支持长泽雅美，谢谢。好可爱。